我罩的，懂？是大当家的呀。这回啊，我们兄弟二人并没有踏进涂山的地界，所以能不能就当我们俩没有来过呀？是啊，没来过，没来过。两个小喽啰，也配在姐姐面前丢人现眼？哪里来的小妖啊？我们正在跟大当家的议事呢。 你就在这里胡搅蛮缠！哼，有我威震天下、法力无边、攻无不克、战无不胜的二当家涂山雅雅在，还轮不到你们这等废物聒噪。你饶了我们吧！姐姐，对付这种废物，不用你亲自动手。大当家的。 那个小崽子，他是人族，他也看见了，我是帮你收拾他的。是啊，是。这么说，我还要感谢你。